2020年的这场疫情对于各行各业的冲击都很大，对我们影视行业一样也是。急先锋中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关乎无辜人的生命，急先锋责无旁贷。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身边，在各行各业中，都有守护我们自己的先锋。我想对一线的抗疫工作者们说一声，你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急先锋。我希望《急先锋》这部电影可以给大家带来勇气和希望，希望这样的先锋精神推动着中国电影的市场发展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带上家人，带上亲朋好友们一起走进电影院。我相信《急先锋》一定会对得起你们的。播出的作品，希望急先锋可以为大家带来迎难而上的勇气，勇往直前的力量，不怕挫折，克服困难的决心。关乎无辜人的性命，急先锋责无旁贷。其实现实中的急先锋们就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这份诺言，每个人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。其实人人都是急先锋。我希望急先锋可以为大家带来鼓舞和力量，用电影让所有人打起精神，努力向前，加油。2020年全国出现了很多急先锋，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里面做出不平凡的贡献。我记得急先锋有一句台词，关乎无辜人的生命，急先锋责无旁贷。我希望急先锋能带给大家的正能量，鼓舞大家勇敢面对一切的困难。我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开心的国庆，为我们中国电影的未来加油。OK, good.